早安！啊，又这时间啊，八点真的没有开台啊！哎，不会 ，B。那啊，结果私下玩不了哎，私下再帮忙挂挂麦块的东西。开台就想睡觉了，天哪！啊，算了，我们先走剧情吧。好，回家回家。来，我们先来看藏宝图。关台后有去跑去买藏宝图。眼睛不舒服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想睡觉。还是你说我一直狂眨眼睛？那是因为没侦测好。到、哦，唯一的时间还好啦，在这里吧。耶、yeah, ，找到啦！啊，这是第一个藏宝图的位置。啊靠！我想起来这些鸡让我支配的恐惧了，孩子啊，感激感激。去啊，你臭鸡！儿子、欸，在这，在这。啊！你是小昌啊，还是艾里？我猜一下哦，我猜艾里好了。
Hello Hello， 两位早，不，两位早啦，早安早安。小仓，真的假的？好啦，早安。有我是网路废人，我最近都有看到他在开什么讲鬼故事的台啊。啊，来大家看下一个藏宝图，城堡城对于落叶之地，从小鸡之家往下一步，往左十六，往下四步。一十六四，小鸡之家，往下一步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三四五六。嗯，还这样算一步。讲鬼故事，我听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。嗯，在哪里？嗯，往下一步啊，往左十六步，我往右十六步，靠腰，对不起。一二三，啦啦啦，一，哎呀，别叫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六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二、三、七。哎，想找攻略，可恶！一步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六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二、三。这里呀、啊，嗯，落叶之心，我去查一下好了。哦，每次都简单，每次都忘记啊，我好烂。你是陈吧？阿燕，先生你好，我叫立瑜，新粉丝你都讲，你是立瑜，立瑜是谁啊？啊，不是这个小鸡之家，我是另外一个哎、欸，阿燕。好啦，继续上班。好啦，好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不会开太晚啊？好想睡。拜拜。啊，这边你们没看过，因为我这边也还没走。小鸡之家。帽子，帽。啊！你们 DC 一大堆叫鱼是干嘛的啊？你们是打赌赌输还是怎样？起哄，然后每个人在改名字。
没了。好了，可以叫出来了。这里，我肚子山埋藏宝贝的地方让我想起了，石头般的男人旁边跟着两个孩子，哦，这好影响，下面那一张吧。从这里吧，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里。哦耶！就刚刚小鸡找不到而已，还有吗？六，那好像是什么老奶奶隔壁吧？老奶奶，哪里？这里。最后一个啊，这个在幽灵那边。好了，我们开始走主线吧。各位早安，早上好。啊，看，啊呜。应该用累累病的眼睛，没有，我看好了，好了，不够，谢谢 KO 的会员，好久不见。南瓜肉。要换这个，等一下哦，鱼都没钓过啊，对，钓鱼时间，白痴哦，
至于也都是你们欸。我最近有在当那个啊，网络废人，那个没有动力开台。尾鱼差一只，最近睡眠品质很差啦，就是一直醒醒睡睡，醒醒睡睡的，啊，飞鸿安安。哦，这好短，哭啊！好短呢、欸，那条鱼了。僵尸。吸血鬼还是什么？科学怪语。英瑞安安，早上好，太阳出来了。回家改袋鼠，觉得这边等级不好惹，啊。刚刚侦测不到我眼睛欸。开胃，安安。
也、欸、钓不到哎、欸。我就不信。哦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哦，好了，收工，收工，打怪，打怪。魔法攻击力，好早，还好啦，早点开，早点关啊。嗯嗯。早早开，早早关。不用单手吗？没有吧？还没有想吧？嗯。好啦，用了。
七斩。花展，搞炸搞炸！天啊，竟然打到了、欸！往上走。对，不行，好吧。这里了吧？哦，我去换水。
我知道传送，你不要再使唤好不好？我知道我在干嘛。我现在还没死。我会关台的哦。傻眼。傻眼。苍白面纱，我回去喽。我换任务啊！
缺一只。把原料交给糖糖。
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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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！打不到卡片，我有没有打到卡片啊？等一下，又打到了，他们打半天。妹妹，早安。哦，好累哦。跳跳跳，好累好累好累。
累了，手累了，手累了。熟悉了。熟悉什么？手很酸而已啊。就按着而已啊。掉了掉了掉了，换下一个。下面一位。嗯，这边能开到什么吗？我忘记了、欸。下一张，下一张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放上去，就是下一张地图了。然后我们回去打卡片啊，看动画，看动画。啊，然后嘞，按这个。哈哈，好，我快逃啊！来，我们继续刷卡片，还有三张没刷到吧？看一下，还有两张，好的。
哇！南瓜杰克那是什么植物人？看一下哦、喔，稻草人，稻草人了，稻草人了，稻草人，稻草人。等一下哦、喔，哇！以前玩这款，我几乎是不隔挡的。玩了《魔物猎人》有差哎、欸。差欸，快死了欸。HP 警报。死了，好了，有差，他死，哼，得怎么惩罚、啊？嗯，
喂，严子涵吗？安安，早安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打到了打到了，然后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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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撤。回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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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能干嘛？没了吧？哦，啊，花我好像还没打完。啊，有一个任务啊，有个支线要解。插几个花瓣，哎，等一下哦，这什么蓝色花瓣？这花瓣，插五根。
木桃早安，然后又一哎我，day or y c， 嗯，16片，还差两四片。你都会开早上吗？不一定耶。最近都是睡到半夜，欸，不是啊，半夜结束啦。应该说主要是那时候是半夜跑图，然后图跑的差不多的时候才开台的。因为半夜最近都在玩宝可梦模组，帮忙抓温点啊，然后弄物资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！哦，魔法的，好啦，给你。开心了吗？是，你很开心。他的眼距好开哦！啊，等一下，我开个电风扇。开始热了，这意味着我被关台了。嗯。这游戏再打一次，打什么东西？你说花冠哦？哎，这花不会看到你了，是不是？戴上这个戒指，花看不到你。哎，不对哦。
怪完全看不到你耶，哇，太赞了吧这个花。哎，不对啊，咦，我要怎么让他打我啊？我想要刷花瓣欸，那怎么办？哇，哭了！不去再进来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现在不用特别刷欸。好啦，肚子角是加移动速度吧。好了好了，下一个任务前往神殿。哦，看一下哦。哇，放这边。哦耶。啊，买个盾牌好了，木盾不够用了。啊，该用了。完全没收集到，好。好的。双手武器。兔子脚拿掉后，攻击掉速度好慢哦。哇！
甘草。天哪，还要再刷？哎、欸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买这个。啊！伸个懒腰，零强迫症发作，刷甘草，我刷甘草，我要刷甘草。可是我更强的单手剑可以拿了，刚没看。卫生纸掉了，我是不是？没有，没有更好的。小宽安安，对，
小妞安安，很丑。我防御右边，你给我点这个哦，对耶。超好用，我知道啊，忘记了，忘了。
鬼的声音了。鬼，你在哪鬼？大西早安，包包早安。打好久，打好久哦。会不到，会不到。好咬哦！把你变成一只鸡，何处是之剑？充填速度慢，充填速度较快。
尤里早安，你还好吗？你有好一点吗？要不要跑图？你行吗？还是你起不来？好啊，被痛醒哇！那跑图就算了吧，你要好好休息。想说我们大辣的图还没跑，然后金格也还没跑，看你要不要啦，要勉强。昨天你直接跟我说你直接去躺了，我就慢你两分钟起床而已啊，要不要？好啦，不然你听我声音继续睡吧，晚安，尤里晚安。欸，大鱼我真的不会唱啊，好高哦。我其实有在偷唱大鱼，可是好难哦。等我安安啊，怎么那么烂？那手都觉得高，对啊，不是你昨天最后点的那几首歌高，都是高啊，是不是想搞我？我到，吊虫显安安，喉咙有灼烧感，好啦，你不要讲话了。啊，不准你说话，好不好？还是你想听现场的声音？我可以call给你听。啊！可是你这样会不会忍不住想说话啊？不用拿我躺着，那你好好躺着。欸，多睡一点呢、欸。最近一直玩都没有什么睡到，好好休息耶、欸。不能说话，我知道啊。你要说话也不准你说话啊。
他一个人，耶、yeah, ！快可以离开这鸟地方了。我只记得下一关的鸟很烦而已啊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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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前往下一关。是我还玩魔物啊，我把手还没试哎、欸。科技罐子对，啊对耶，偷东西。啊，玩具没错。算了，我好烦了，魔物不会玩了，我不会玩魔物了。Oh my， 变两变，哦，孤独娃娃，什么跑速增加吗？小哈月夜安安，防御力，这是攻击速度吧？啊，好累哦。啊，哎，差不多了，换游戏，换游戏。雷吉奇卡斯，对哦，等一下，我把好这个，罐子先打，先打罐子。机器飞起来了，啊不是，好，打快打快，啊好你的剑，
还不行，好，懂了。2401年11月18号。哇，哈欠。哦，痛痛痛痛痛！好了，我获得新能力了。能卖钱，能卖的话，好像这样打比较快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嗯，这是只白痴鸟啦，卡片超难打，白痴鸟。二杯有白痴鸟，
边可以全部刷到，我知道。那天有在那个，以前有在这边刷过啊，那所以刷半天啊，刷了半天。左边，左边。不行哦，哦，没有，他去右边，好呀，好像。啊，我讨厌这个。忘记了欸，丢丢，不是啊，是要射到那上面齁，想起来了，请问一下游戏名称，等一下喔，游戏名称去年好像也是这不热的时间开台，没有，去年是没有啊，去年我半夜都没有开台，叫这这边，好，谢谢你，不客气，不用客气啦。我记得后面有个关卡更长，他根本看不到的东西，很烦。啊，搞不到大那边我就不玩了。耶、yeah, ，过了。哎、欸，好了。哦。打罐子时间。
一五。要干嘛？忘了密码在哪里？靠腰，靠腰。四一三二啊，不是，好，请问是多少？密码在哪？忘了，懒得找了啊，我没有救。爪，背包早安，霸王肉。217玩这 boss 就可以差不多休息了，剩下的卡片我私下刷就好了。
我能说脏话吗？我刚刚自由就获得一个条，不小心破坏了。这东西太烂了，自在世界，我需要无尽无限力量。你还是自己一个就来助手吧，这个助手已经有主人了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主任，我们就要棺材了。嗯，博士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又有了吗？这是新的啊，我记得以前没有这个哎。看一下，这圈只有到八而已。对，这是新的哎。好，我们看是打卡片还是我们麦块继续踩。有任务哎、欸，麦块也可以玩啊，就是继续踩薄荷。兔子山上约会时给了我一支煤气，如果你在那边碰不到，不好看。哦，然后给我戒指当做奖励嘛，对不对？哎吧吧吧吧吧吧！你爸爸没有教育你吗？平民应该给贵族让道了。嗯，他知道我讨厌。痛啊！不理你了，我一下子。其实他那时候跑步也很快，不是吗？后面有个比赛，每次跑第一名，气死！我把猫爪错当鼠爪放进去，这个错误经常发生，我可以很知道这个错字。啊，要去南瓜森林啊！好，继续追，买到买到，靠药，打他，点他，揍他，
噔噔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啊，现在有点心悸耶！天啊，厉害。走吧，我们走。我们罕见的蘑菇啊！他受伤了，满血复活，对哦。输了，不。第二个药水啊，我们好了，对，阿宝，好了，你们想看什么？去宝可梦伺服器，还是继续看我刷卡片？宝可梦伺服器我也没在干嘛啦，真的都是在后勤他们。然后是小鲜奶吧，还是抽不到那个欸，抽到道具，蛮难过的。空中堡嘞，走吧。
然后出门了，辛苦了，好，小妞拜拜。的卡片，能量石球。第二个保护的水晶啊，这鸟了，鸟跟这个，你不要太过分。
哦哦哦，圣鸟，圣鸟，圣鸟，太好了！哎、欸，运气还不错哎、欸。如果圣鸟的话，就打鸟那关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日复一日。鸟是哪里啊？这里。哦，清一幕就没了哦，好烂。一冰吗？安安。玩偶，哎，玩偶以前没有，对不对？啊、刷色尾哦、喔！天哪、啊，这主播在干嘛？在刷色尾的大嘴鸟、大嘴雀。色尾大嘴雀。
还是我打开钻石珍珠，我来刷设为猎空座啊，还没刷到哎、欸。算了，想想就难过，想想就难过。这鸟真的是世界。好久没刷了吧？对啊，也是去年。去年七八月的事情了、欸，为什么要直播呢？干你屁事！怎样？赚钱啊？那你为什么要看直播呢？无聊吗？对啊，我也是无聊才开台啊。你是昨天一直问隐私问题的那一位啊？你好好注意你的嘴哦，注意你的手指哦。哦，是哦，是他哦，哦。可是你是谁的小号？跑来挑衅我？就那种，那种不是啊，好姐妹，好姐妹，就开个小号去烦人家，问人家隐私问题，有双面的。到，我应该是缺他没错吧？是这个，对吧？嘴鹰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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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加了、欸，很慢啊！下一打，下一打，今天打了五分钟了。
快来！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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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下来！快下来！社会刷到，回家回家回家，亲亲亲亲回家。难怪你没有睡觉，这样我会打扰。红旗，难道你没有睡觉？然后嘞，我这样说，因为您打哈欠辛苦。哦，谢谢，谢谢你的关心。啊，抓蝴蝶，蝴蝶蝴蝶抓蝴蝶。哇，这是消耗品吗？等一下哦，哪一边？左边。
你这个精英主义者啊，我只是数学比你好，并不代表没有灵魂。太荒唐了，什么疯子烤面包加上了智能对话功能，就是他，你相信我，等到我找到了他，我一定会把他给烤了啊！你没有时钟功能吧？已经过了1000年了，你创造的已经死了。我明白了，看来我没有突破的机会，我已经失去目标了。挺好的，那我们就把你放回去吧，不行我。你得把我带走，否则我会在你手里自爆。啊，随便你吧，只要别说话就行。我也不怎么喜欢你冷到底。如果你有一座房子的话，更希望你把我放在房子里面。幸好你有一座房子，走吧。哎呦，啊，浪费了，感觉没了、欸。浪费肥料啦！啊，肥料怎么获得？啊，还要肥料的话怎么办啊？哦，还有啥可以喝呢？得了得了得！可减少向前突刺的蓄力哦。嗯，过了。您是不是眼睛要闭起来了？还没，没了吧？啊，不行，果然肥料啊，没了没了没了，芭比哭了。我的眼睛还没闭起来，是怕你们无聊啊。有个东西可以打、欸，想到了，想到了。可以打竞技场，挑战这能干嘛？获得卡片吗？哦，
Come有一股魔力让我无法离开他。敲板啊，敲板吧，啊，敲板敲板，敲敲敲，太难打了吧？以前有那么难打吗？天哪，什么东西啊？
加200分，需要一下即可。哦，好难打，我还要养你啊，也是啊。哎，尤里要不要顺便养他？嗯。啊，好了，要八点了，也差不多了。换去大家啦，感觉就只能到这边啦。啊，抱歉了，抱歉了。嗯，能顺便吗？啊，可以养他，顺便养我。啊，等一下哦。这还不知道点什么哎、欸，大家都是要蓝色的，可是蓝色我不知道点啥。是位移技能啊。我在点召唤物的话，我的那个 PP 又不够啊，那这个让自身带电进行物理攻击造成额外伤害，来啊、哦！什么意思？试试看。我个早餐甜，感谢大反。嗯嗯、我好像可以哦。感谢大凡超级留言，先出门了，拜拜。好，我要去楼下了，不行了，太热了，开始热了。语无伦次了，语无伦次了。攻击主动攻攻击我的啊，测试一下。是哎、欸，祝子山。出来，撤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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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家回家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感谢各位了，那就到这啦，感谢各位，要去哪边就去哪边喽，原地解散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